干了！一开始我和于师长啊，还真担心四少啊，可谁想到这四少还真厉害，是不是？来，喝酒，喝酒，干了，来，哟，程先生，过来，程先生，来，拿个凳子，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坐，坐。诸位，这么好的兴致啊！哎，今天四少旗开得胜，我们心里高兴，喝点小酒庆祝一下。哎，给程先生倒酒啊！哎，对，哎，倒上。哎，我还没见过程先生喝酒呢，不知道他酒量有多高呢啊！来，喝酒，来，好，哎，倒酒，今天就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，连程先生都喝得这么尽兴。啊，是啊，这次四少胜利归来，从今往后一扫我们程军的颓势啊，想必程先生因为这个事儿高兴而一夜无法入睡了啊。是，的确无法入睡。哎呀，要是这样啊，我看咱们今天谁也别睡了，今天就来个一醉方休。哎，好，来，哎，给程先生倒酒。来，哎，改用碗了。哎呦，好久好久啊！满上，哎呀，还想满上，好，满上。哎呀，来，再祝四少凯旋，来，哎呀，好，来，痛快呀，啊，痛快。来，再马上，来，于师长，来，马上，哎呀，马上，哎呀，这真是高兴啊，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，不醉不归啊！怎么样？好消息，第九师和马将军的部队形成合围，连夜突袭影军第三军第七师了。结果如何？月环山的高地，失而复得。好样的，四少，下一步你还有什么指示？传令下去，趁势回师南下，和钱师长的部队会合。三日内，把永兴给我夺回来。是，四少。还有，这两天我要摆个庆功宴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好。